哎呀，这是谁把我挖机开沟里去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都翘起来。我刚想去找你。怎么是你呀？这挖机机怎么办？你猜，你说你才学了几天，你这怎么开进去的？我想练习过沟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哎呀。那咋办呀？那快开出来吧你。我给你开出来还是咋的？我想自己开出来。那你快开吧那。第一步怎么办？你第一步打火，你不打火，你给推出来呀，是不是啊？坐不住呀！你坐不住呢，你谁让你偏成这样了？你感觉现在要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办呀。来来来，你听我指挥啊！先把大臂稍微提一提，提大臂。你坐稳了哈，别磕到你啊！对，提，提，加上一个油门，加油门。好，再提。好，你现在收小臂来，别动太厉害啊，这边要翘。我看，我发现要不然就翻了。收小臂啊？不是那啊，收小臂。收，使劲收，没事。好，再提大臂，往那边，两只手，你用两只手。你坐不住，你怎么开下去的？你开下去的时候，你坐得住吗？来，一边提大臂，一边往那边转。对，转，转，转。好，收住小臂来。收，快一点，提大臂，收小臂，一起，收。收铲肘，再收你收就行了，没事。好，现在下压大臂来，对，使劲。再下压。再下压，不得先把这边支撑起来吗？下。下不动了。推小臂，一边推小臂一边下大臂，对。对，两个同时，对。再下压，好，这边这不就上来了吗？你现在左脚往前踩，左脚啊，分清，然后这个转向往右边轻微的打，来，先踩行走，就你左手这个转向往右边打啊，轻微的打，来，先踩行走，先踩，对，慢慢的打转向，先以踩行走为主，来，对，踩。别打转向了，先踩，对，踩，使劲儿，再转向，打转向，一边打转向，这边不容易掉链子吧？问题不大。好，走。两个一块。不用，还是踩一个，这个还是悬空着的。再走，打转向。对，走，这边还悬空着，再走，两个一起踩。对，踩伸小臂，慢慢的伸小臂，对，来走，好，行，踢开大臂就行了，没事，踢大臂，踩行走，一边踩行走一边踢大臂，来，好了，这就开出来了，以后注意一些练车的时候，行，好，别搞这么。